音。我这一次抖音。抖音。抖音。给我看这个。等一下，根据手机角度分析，我妹右脚用面部解锁刷我的钱买东西，就算没有我，指尖也会肿胀，不可能。哎呦我的妈！是吗？到账2000元。就是他的手机。Hello, it's me. 抖音。抖音。抖音。我叫阿冷，华东第一疗机，我要帮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脱单。阿冷，后面那个小姐姐3分钟之内我要得到她所有信息。毫无压力，穿着时尚，眼神自信，这种征服欲强又自以为是的女生，必须让她主动出击。不加就不加呗，装什么高冷。现在的小哥哥都那么难撩吗？被拒绝了，就是后面那个小哥哥。是吗？但我怎么感觉他在盯着我看呢？你也太自信了吧，能要到他的联系方式算你赢。走着瞧。帅哥，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？好啊。一见钟情的原因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才能救我命。终于抖音。娘，你的蛋糕。好，谢谢。妈妈给个好评吧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哥们，能借一下你的外套吗？1分钟就行，1分钟。好，谢谢。哎妈，我找着工作了。在一个高档写字楼里面，你看，哎呀，别担心，没有风吹日晒，同事对我可好了呢，天天给我蛋糕吃呢。真的呀？啊。蛋糕在哪儿呢？蛋糕。阿姨，蛋糕在这儿，我们家一起去吃呢。So beautiful。 好嘞，妈，我吃蛋糕去了，先挂了。刚才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一起吃了再走吧。刚不是说好了吗？希望在城市打拼的你能被周围的人温柔以待。抖音。